要的。他看到四个人在那边打。那、啊、你开始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没有啊。那你要看你要玩什么游戏？我想问一下，等一下要干嘛？以前的不能再打。那你先帮大夫先，我先看他在什么游戏。没有，我上次的时候就是上次烤肉，第一次烤肉我带过，然后大家获得那个热烈的好评，我觉得应该还蛮好的。好了，第一次先烤肉，就是十个人一组啊，然后我们那组又玩得很疯狂，然后回去中大后面。是跟谁？你看第几组啊？跟吴伯龙吗？哎、欸，我在你隔壁啊，我们那一组玩得很多、啊。跟吴伯龙嘛。那个我们那一组啊，是不是？跟那个演员。我是隔壁，我们在隔壁也玩得很。有组演员的那组也玩得很疯啊，演员的。演员没有，我们沒有。有，他说他跟什么？不是，他说第一次那一组啊。正当职业那一组。正当职业。正当职业好不好？那边土匪。没有，就是大家都好像在反正我们那一组后来就是大家感情都还不错，就是一直联络，就是几乎每天。但是第一次的那一组，明德乐园那一组。我知道明德乐园的。对的，180人啊。你说跟我同组，突然影响了吗？我们是同组，还没找，他隔壁组的。找了，所以我们那次去的时候觉得好像是在直播。